来，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股龙卷风获利向前冲。今天是6月3号礼拜四了，那明天马上就要收一个周线。每一次的行情我说过了，在于波段的转折啊，一定要靠重大的利空，比如说像去年的一个8523哦，在国际这个染疫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个低点。那当然当时来讲的话，很多人都期待他要拉回到打第二只脚。我当时就呼吁所有的全国投资朋友要戴口罩去买股票，结果一路涨到10000点、11000、12000、13000、14000、15000，乃至于现阶段17000哦。中间来讲的话，当然是伴随着这个所谓的端午节变盘、中秋节变盘，甚至于一些爆大量的一些情况。那当然到现阶段的一个行情也是一样，因为台股台湾本土的一个疫情部分也是一样，打低下来之后留长下影线直接的往上涨。那徐老师也讲同样的话，戴口罩买股票，很多人也是要等到拉回到第二只脚。那基本上你们自己去看台币的一个升值状况，它就是一直看回不回，每天斤斤涨，乃至于到昨天的周选择权结算，我也跟投资朋友讲，这个是千载难逢的一个加码的时机哦。果不其然的，今天加权指数盘中再度大涨146点，又来到了1730点。那来到17000，现阶段又应该怎么操作？我说过了，每一次的行情，每一次的投资策略绝对不太一样。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看看一下行情的部分哦。那今天持续的做一个大涨的一个格局哦，主要的效应我说过了，电子股去看谁？4961的天域，天域只要敢涨的话，代表 IC 设计类股它就会有机会，半导体族群它就会有机会，而传产类股看谁？看2009的第一铜。那第一铜的部分来讲，今天开高震荡打到平盘附近。我也讲过了，这一波的钢铁类股涨势是非常非常的凶狠。我们在前天以及在昨天都明确的跟投资朋友报告，钢铁类股来看的话，以国际这个铁矿石的报价，我昨天也拿电脑画面给投资朋友看过了，跌那么深的一个反弹，反弹的速度之快，所带来的效应哦，绝对会是在什么身上？反映到股票的部分。那当然铁矿砂、铁矿石在中国的报价到目前盘中的时间点它是持续的往上扬，但是徐老师跟投资朋友提到过的钢铁类股的部分是不是今天就涨不太动了？这个其实我们讲过了大概三四天应该有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看现在张远来到前波高点，是不是稍微做震荡整理？然后还有谁？永强的部分也是一样，包含我们之前做的2014的中红也是一样哦。那整体的钢铁类股走势都差不多哦。整体的钢铁类股也是接近了前一波的爆大量的高点之后，在一个地方做一个震荡整理。那这地方震荡整理不见得是坏事情，为什么？你自己去看航运类股的部分。航运类股来讲，前一波也是一样，爆大量之后打低下来，来前一波的高点，在一个地方出现一个震荡整理之后，再往上拉，所带来的效应是什么？一定是在于资金的运用。我说过了，每一个人的资金只有一套。当你知道航运类股这个地方可能要做一个更正，当你知道钢铁类股在这个地方可能要做一个震荡整理之际，你是不是应该要把资金回收回来？去寻找到其他的标的物，去寻找到有机会上涨的个股。于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档个股，这一档个股是永丰家族的，跟元泰有关，做电子纸的，3141的金鸿。我不是请你现在去追金鸿，而是你去了解到同样是 IC 设计公司，这一档个股从86.2快速的回档到48.4，回档了将近44%左右，从48.4一路又涨到82.3哦，这样
光这短短时间就要上涨了70%，下跌没有量，上攻有量，反弹的速度之快，准备要变成一个回声波的一个行情。讲得更明确一点，这个就是徐老师之前跟投资朋友讲过的，很多的个股怎么跌就怎么弹，而且它往上弹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现阶段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电子类股会跟晶弘一模一样，尤其是未来投信它可能要做账的，因为来到六月份了，尤其是跟集团色彩有关的这一类型的个股，你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于是我们再重新来过，从4961的天域为出发点，带动了 IC 设计公司将来的鸿海家族概念股，你要特别特别的留意。那当然啦，在于疫苗的部分来看的话，最近这两天这个消息面非常多，佛光山说要捐，那郭台铭先生也说要捐，但是呢很显而易见的，中间来讲话会有一些法规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厂的授权书的一个问题。那郭台铭这边来讲的话，也开始在做一些这个商讨，就是说看到底问题点是在哪里，可能这一两天应该会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出来。那当然了，同岛一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坦白说啦，因为如果是政府有些在于政治的问题没办法解决的话，不妨就是让民间稍微去做一些转圜的部分。那对于股票市场来看的话，徐老师认为这个是绝对就是好事情哦，因为你的50亿的资金，坦白说啦，你要去做股票其实是拉得动的，但是呢，你如果去做疫苗的话，是全国人民都有机会受惠。那我们就是慢慢去看它到底这个消息怎么样的发展，怎么样的影响。那事实上来看的话，在6月8号的这个苹果的 WWDC 哦，对于鸿海家族的股价也会做一些反应的动作。所以鸿海家族现阶段的股价，很多人讲说17000多点要买什么股票，我就讲很多股票它其实是还没有涨到的。就以鸿海而言，它有反弹，但是它反弹的幅度够大吗？似乎还不够哦。然后你再看哦，台积电的部分它涨上去了没有，来到这个位置去了没有，也没有哦。加权指数咧，来到这个地方来了。积极的人会讲说台积电还没有涨到，消极的人会讲说这个台湾之光啊，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都没有涨，代表行情是涨假的。行情是涨假的吗？行情当然是涨真的，而且徐老师认为哦，台积电和鸿海它还是浮冰。如果未来的台积电和鸿海它再度涨上去，甚至突破这个平台震荡整理的话，加权指数绝对不会是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看？是用猜的吗？不是。我们从台币的升值幅度来看，徐老师一再跟投资朋友提醒叮咛，台币的这一波升值所带来的效应绝对会是加权指数有机会过高。那当然了，我们不只是用从台币升值的幅度去看，我们从回档的1/2超过之后，也跟投资朋友定义叫做回升行情。甚至于今天是礼拜四，我给你看龙卷风操盘术的初阶版本，日线是不是叫早买卖点，日 KD 是不是黄金交叉，它本来就是会涨，不管你到底相不相信有没有行情。很多人讲说要等 打回第二只脚，而日 KD 就没有死亡交叉，怎么会第二只脚出来？听得懂意思吗？所以它是沿路开始往上涨，所带来的效应绝对是周 KD 的黄金交叉。一旦周 KD 也出现黄金交叉，这个高点就不是高点，而这叫历史高点。那你还去放空吗？那周 KD 有没有机会出现黄金交叉？我说过了，根据龙卷风操盘术的中阶版本，台湾50的部分跟我们讲说，他已经准备要黄金交叉，到明天就确认了，明天要收周线嘛。一旦确认之后，这个高点就会突破。那如果是代表前50大的权值类股跟你讲说，他就是要过了，加权指数会不会过？会啊，依照龙卷风操盘术的中阶版本嘛，台湾50先过，台指期过，有领先价格发现的功能，加权指数势必要过。
那加权指数一旦过的话，台积电会不涨吗？鸿海它会不涨吗？所以很多时候，徐老师一直跟投资朋友强调是在逻辑的部分。操作股票，你手上一定心中要一把尺，要有逻辑。当逻辑正确的情况下的话，股价拉回、震荡压回，你就不会害怕。于是回过头来看，美股怎么了？台股该怎么办？美股的部分，道琼日 K D 目前还是黄金交叉，但是我昨天节目上也跟投资朋友讲过了，你要去留意，留意什么？它在这个地方来讲，是不是要弯头往下走？因为它日 K D 虽然黄金交叉，但是它来到80轴，准备这个地方开口，准备要收敛，甚至于不排除会出现死亡交叉。一旦死亡交叉的话，它就有可能回来这个地方打第二只脚。前一波的历史高点在那个地方，那压回的时候应该在哪个地方？还是要站在买方？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看哦，周 K D 的部分目前还在80轴以上，月 K D 的部分还是叫黄金交叉。所以趋势人为多的情况下的话，如果将来道琼真的出现了日 K D 死亡交叉，回档之后它还是会上去。所以美股的道琼有没有问题？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的。那纳斯达克来看的话是怎样？纳斯达克的部分一样是日 K D 是黄金交叉，费半的部分也是一样。这个怎么一直跳嘞？我来看一下哦。费半的部分也是一样，目前是黄金交叉，而且还是在80轴以上。那目前虽然是开口进行了一个收敛，但是即便是它出现了死亡交叉，只要它还撑在80轴以上的话，都是代表极为强势的盘。台股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电子类股指数。电子类也是一样，撑在80轴以上的黄金交叉。于是你会发现到，当今天的一个行情，运输股持续往上攻之际，钢铁股已经回档修正了。那整体的资金面来看的话，电子的成交比重还是比较少一点点，四成多。那运输来讲话到三成多。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今天不只是在涨航运之外，连航空都在动了，包含像华航以及长荣航。为什么华航和长荣航它会动？因为欧美的疫情趋缓非常多，英国已经没有人死亡了，近几天英国的部分没有确诊死亡的人数了。那美国来讲的话，也是直接呛民了，他们在国庆日来讲的话就要解封，然后全民来讲要来去做打疫苗，大部分的人要打到疫苗，所以在欧洲市场这个地方，美国市场这个地方出现解封的情况下的话，台股即便是本身自己有疫情，因为我们大部分是以外销出口为导向，所以基本上来讲啊，电子的基本面都不至于太差。于是重新再来整理一次哦，我们根据了天域持续的往上攻，是不是每一集都跟投资朋友讲敦泰？敦泰昨天大跌回档修正之后，今天马上又上去了，留下影线马上又上去了。那前一波的历史高点，前一波这个高点它就会有机会。那如果是说它压回修正的话，在这个大量区它基本上也会获得一个支撑。我们来帮你给几条移动平均线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整体的移动平均线，我把十日线、二十日线和六十日线同步放上去，它是干嘛的？黄金交叉往上走的，这是敦泰的部分。那紧接着当然是天域、敦泰，还有一个是谁 ？IC 设计3228的金利科也是一样，打底完成之后，昨天大跌，今天是不是又拉尾盘上去？虽然被分盘交易啦，但是我也讲过了，股票的部分在极短线的转折，波段的转折绝对是在于利空呈现。5月7号的时候利空，是不是打低下来？整体而言，加权指数在5月17号这一天出现低点，而3228的金利科这一天低点已经没有破了，是不是就上去了？3661的四星 KY 也是一样，四星 KY 来讲的话，它是跟中国确实是有关系的。今天股价的部分稍微做一个狭幅的区间，但是整体而言，它也是在往上涨的态势哦。
整体来看的话，筑底完成，反弹波持续，徐老师持续的看好，包含像6533的金星科也是一样，是不是又拉上去了？昨天是不是要死不活的震荡整理？今天是不是又上去了？好，这个叫 IC 设计的部分，包含像 MOSFET 及电源管理 IC 的茂达，你自己去看。这个股价来讲的话，很明显的又比刚刚那些 IC 设计要来的强，它没什么大跌，那很快的反弹上去之后，又要接近前一波的历史新高，这叫历史新高，159块钱。那它有没有这个机会？你自己去看它基本面的部分哦。今年的第一季啊，是赚了2.29元，去年的第一季赚1.19，所以代表今年的第一季跟去年同期比较来讲是大幅的增加。然后你再去看营收的部分，营收来讲的话也是节节的跟去年同期比较都是在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一档个股也没有什么中国的一些问题哦。高档这个地方盘整了8天之后，今天做一个向上突破的动作，徐老师认为这个地方它是有机会过关的，有机会过关的。大量区来讲，这个地方连续3天的大量区稍微做一个震荡，化解前一个套牢的卖压之后，它就是有机会持续的往上攻。包含像3006的金豪科的部分，记忆体的 IC 哦，徐老师持续看好，来到前一波的高点，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要震荡，震荡一下之后，它还是会往上攻。3260的微刚也是一样，紧接着 NetFlash 的 NetFlash 的控制 IC 哦，点序的部分现在被涨到被分盘交易了，这个也是我们持有的股票，5月17号之后沿路的开始往上涨，突破下降压力线之后，这个地方就是止跌回稳了，甚至于反弹有机会变成回升的一个行情。为什么这样看？4月份的营收是创了历史新高，马上要公布5月份的营收了。那你自己去对照哦，去年同期比较，5月份的营收还这么百万千万，才4000多亿而已。今年5月份的营收马上要公布出来，随便要突破4200亿，是不是几率都很高？这叫这个虽然是叫猜，但是是有逻辑的猜测嘛。因为去年来讲它整个营收比率这么样的低，今年来讲整个都持续的放大的情况下的话，公布营收前它股价要不要动？所以你最好去想一个问题，包含像6237的华讯也是一样，昨天呢冲高之后的震荡压回收一根黑 K， 今天是持续的往上冲，量能虽然缩下来了，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是股价是走得非常非常的稳定。包含像 MCU 的部分，6494的九旗持续的往上冲，准备挑战波段的一个高点。6457的宏康它还没有涨到，自己要去注意一下。4919的新唐挑战波段的一个新高。今天来讲的话，连马斯特啊 ，Tesla 的老板马斯特他就出来讲，这个 MCU 啊被人家抢购一空，像在抢卫生纸一样。我待会很像有带消息再给你看。所以全市场来看的话，在于 MCU 的部分持续的供不应求。昨天是台积电的一个技术论坛，他有讲到一些高阶制程的一个部分。那包含成熟制程的产品呢，像 MCU 啊、MOSFET 之类的，都是供不应求。那消息面一出来之后，很显而易见的，3037的新兴电子 ABF 的部分。这个算是高阶制程窄板的部分，今天直接拉到涨停板。8046的南电也是一样上去哦，3189的锦硕尾盘一个拉到将近涨停板，所以现在是算是一个效率化的市场，只要市场上的一个消息一旦爆出来之后，很多的股票都是用喷的啦。5269的翔硕昨天压回修正，徐老师说持续的看好，今天是不是又弹上去了？2436的伟全电的部分也是拉尾盘拉上去了。所以很多的好的个股，投资朋友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你要利用震荡压回的时候站在买方，包含像昨天徐老师跟投资朋友讲的这个电商概念股上去之后，你们自己要去留意。哇，纸类股今天纸类股全面喷出，钢铁类股回档修正，现在是不是紧接着换纸类股全面的一个喷出去？所以每一次的操作，每一次的策略，每一次的这个题材面的部分，是不是看徐老师的节目就会知道？于是，我们再重新来看一次。今天有什么样的消息？该提醒什么？马斯克是不是讲缺晶片 ？Tesla 的大挑战，全世界在于车用晶片的部分大缺。那台积电来讲，当然是现阶段赶快去做一个供应的动作。
在推特发文形容企业抢料像抢卫生纸一样，强调这不是长期的问题。短时间之内，全市场的车用半导体，尤其在 MCU 的部分，是完全的抢不到货。那我说过了，你抢不到货，我也抢不到货。当有货的情况下，就是一直抢，一直抢，重复下单，重复下单，再重复下单，先把货全部拉到自己手上为止。那到时候卖不出去再说嘛，先抢先赢。所以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的话，到明年后年，现阶段都是如此哦。所以你一旦你生产出来的时候马上被抢走，生产出来的时候马上被抢走，虽然是会有重复下单的问题，但是整体的营收还是持续上去的，是很矛盾的一个现象。所以之前魏哲家曾经讲过，现阶段的库存问题跟过去的库存问题的看法会不太一样。台积电4奈米提前在第三季要试产的，这个绝对是大力多。那你说台积电为什么不涨？反过头来讲，台积电如果现在涨的话，指数要飙到哪里去？你还有低价的股票可以买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比较乐观积极的思维去看哦。消息面归消息面，题材归题材，未来的基本面人家都已经讲得这么样的清楚了。三星、英特尔的技术是完全追不上台积电，它就是台湾之光，它就是护国神山。你不要以为现在股价不会涨，就代表它未来不会涨。今天2303的联电已经示范给你看过了。你就要知道台积电它会不会有机会。当台积电将来要往上攻之际，上游的 IC 设计，下游的封测，它会不会有机会？是不是一头拉股的电子业又要来了？而这些是不是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就跟投资朋友讲过，我说第二季本来就是电子的传统的淡季，淡季的时间点你可以布局守株待兔，一部分资金，一部分资金放到传产类股。所以我当时跟投资朋友讲指标股操盘法，还有没有印象？你去看第一桶，你去看4961的天域，紧接着现在已经来到六月份了，马上要接到第三季的电子和第四季的电子的传统的旺季，你当然要利用在第二季季末的时候好好去做布局的动作。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很多股票其实都已经脱离底部很多，四成到五成。台积电即扩产盖12寸晶圆厂，如果他没有看到未来的订单的话，他敢花这么多的钱去做设备吗？那如果是说他设备准备要出来的话，设备股他会不会动？好，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哦。三奈米明年进行一个量产，美光第一轮一路缺到明年，整体的记忆体就是供不应求。 5G 它还是未来要发生，尤其是全世界开始解封之际，该还给你的都是要还给你。 4G 延伸到 5G 的大题材是长线的大多头， AI 人工智慧、云端车用电脑、物联网五大需求带动，这些股票徐老师常常都跟投资朋友提醒叮咛过了。短线上的震荡压回就是站在买方，美欧上月制造业强劲的扩张，零售业提前下单所带来的效应绝对会是在短期的通货膨胀，而短线上的通货膨胀势必会带来油价的需求，油价一旦上去之后势必会带来塑胶的报价，塑化五大泛用树脂的报价上去，所以这一类型的个股你可以留意。解封之后的纺织类股，人们的消费力道一旦上去之后，自然而然的股价就会拉到涨停板。所有的事情是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原油涨引爆纺织上游行情，消息出来了，是不是逻辑就通了？吉盛呢，五月份的营收9.34亿，是干嘛？年增135%，你看有多夸张？纺织类股哦，传产类股，上个月就大增了130%，五月份大增了135%，这代表什么样的效应？代表趋势已经来临了。所以在通货膨胀之下，美国大概到3%到4%通货膨胀，基础利率来讲是不到1%，
你去想想看，美国的投资朋友他会怎么想？买股票都来不及赚赢通货膨胀，你还可以不买吗？你还在做定存吗？不管是在债券的殖利率也好，股票的殖利率也好，现在都输通货膨胀了，所以大家要加紧脚步了。你如果再不投资的话，真的会来不及。申购疫苗，鸿海40小时，这个都已经讲过了。半导体吃紧，数年才有解，这都是长线未来的超级大利多。欧洲现运价十年的新高，在货柜的部分，在货柜航运来看的话，手中有的自己的停利点自己要设好，因为我看到一个现象是在于过去的欧美线货柜线的部分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急涨，有部分是来自于疫情的关系，因为人工没有这么多嘛，所以造成塞港的问题。当这个问题点将来在做一个解封的情况下，人力资源又回来的情况下的话，货柜航运可能就没有这么样的好。我后面的东西先跟你讲在前面咯，所以你自己要去留意。现在可能还没有看到，因为货柜航运现在目前报价还是持续往上涨，所以股价的热度还在，它持续往上推高。但是我先把后面未来可能你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利空的因素，我先讲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自己停利点自己要设好，不要盲目的一起去追，一直去追。美国的散户投报率持续的赢华尔街的专家，所以台湾的散户一样会赚钱，因为市场上反应就是这个。台商两岸 PCB 第一季产值爆冲，所以今天 ABF 也上去了。那当然波迁部来讲的话，徐老师持续的看好，包含像1815的富桥的部分哦，自己可以去留意。面板持续往上攻。那当然啦，5月31号也跟投资朋友讲，手上有钢铁类股的赶快 QR code 扫描扫进来。事实上证明最近的钢铁类股是不是感觉起来涨不太动了？17000点要买什么股票？一样这一档个股哦，还没有动，还没有发动。那未来会不会动？同涨价概念股会不会动？电子类股哦，第一季的营收季增8%，年增第一季年增将近60%，马上要公布这个5月份的营收的部分哦，那会不会持续的往上冲呢？它是创了21季的波段新高，第一季的营收，持有1000张以上的大户，你以为他们是神经病吗？一直买一直买，股价涨也买，你看持有1000张的大户涨也买，跌买更多。那现在来讲的话，你看他持有1000张的大户，他统计的比率已经超过前一波高点这个地方了，是不是超越过去了？所以这两个股来讲的话，会不会有机会？股价也是站上前一波的大量区，所以这两个股来看的话，徐老师认为哦，虽然现在的股价没什么涨到，但是不排除未来又会出现这一个行情，这一波的行情。所以要好好的把握17000点的行情，不再是每一档股票随便买随便赚，你自己要去做一些太弱换强的动作。涨多的个股不要去追，停利点自己设好。没有涨到的个股并不代表未来不会涨，因为资金只有一套的情况下的话，它绝对会进行一个轮动。 QR Code 扫描扫进来，徐老师自己的频道 YouTube 的部分， Telegram 的部分，我3不50会提醒你到底该怎么做。就像昨天行情大涨之下，我说来到了这个 T bar 的周选择权的压力区，大跌之后咧，我说来到支撑区，是不是连续两天昨天尾盘往上拉，今天持续往上攻，这个 Telegram 就会有。甚至我跟你讲到了很多 MCU 啊、IC 设计啊，包含像鸿海家族的个股，这个地方都会有。那 Telegram 不会参加的人，可以先参加我的 LINE， 扫描进来之后问我 Telegram 到底如何参加。不会操作，认同徐老师的理念，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人，好好留意节目过后咨询专线。感谢你的收看，明天见喽，拜拜。想跟着徐兆馨老师一起获利吗？立即扫描荧幕条码加入官方社群。LINE 搜寻小老鼠 iStar 168 TG 搜寻 iMoney 168，最新标股资讯，盘中解析，天天免费看到宝。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